顶礼拜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者，愿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现在就是正在学习，这个文法贵族当中，前面已经学习了三种过患了啊，就是，那么今天呢，就是开始讲，这个六种格然啊，在文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六种格然呢，就是必须要排除。那么所谓的这个格然呢，大家也清楚，比如说我们这个吃饭呢，如果你的这个碗是这个没有洗干净，上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灰尘当一些垢染的话，那就是不能这个使用啊，就任何一个容器也是，不能这个使用。如果使用，也是对你来讲，对你的这个健康啊，对你的身心是不利的。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个听法的法器来讲呢，详详细细的观察自己的相续。第一个前面所讲的六种过患呢，就是不能有的，三种过患不能有的。然后呢，就是在六种垢染呢，就是也要这个清楚啊。现在听法的有些人呢就不知道啊，就自己相续当中呢，就是本来遍满这个垢染，可是表面上呢装模作样的还在这个听闻，但结果这个所听闻的这些法呢，很难就是入于自己的心里面就是去，这也是使你不善巧就是这个闻法的方便法。所以呢，作为这个听法者呢，就是实际啊应该这个观察啊，我们的凡夫人呢，的确，详详细细，观察自行的时候，肯定会有这些垢染呢。啊，因为凡夫人在过失方面什么都这个，有啊，就是，从功德方面来讲呢，就凡夫人呢，就是得的就是很少啊，就是而且呢，很多功德都是就是不圆满，就是应该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闻法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就是经常要观一观自己的心。那么这里六种垢染呢，就是，下面就是讲这个依照十亲论寺的这个十命论当中呢，就是这样说的：傲慢无真性，于法不希求，外山即内说，皮言皆闻垢。啊，就是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六种这个垢染啊，就下面就是有意义的这个解释。我们呢，就是必须要断除，就是在这六种这个垢染。那么首先就简单的这个。就是一个概要性的就是略说吧，就是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首先是讲的是第一个傲慢，那么傲慢呢，就是傲气十足，就认为自己已经远远的这个胜过啊，就是说法上师啊，就这是这个傲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讲的是这个无有信心，也就是说呢，对这个上师也好，对这个佛法呢。没有，就是一点这个一滴的这种这个信心啊，甚至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反而这个生邪见，那这也是这个大的垢染，就是不会这个佛法呢，就是对你相续是有利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不希求，也就是说对这个佛法呢，就是没有这个谋求这个谋求正法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意了，好像。听法也可以，不听法也可以，就无所谓的那种感觉。然后第四呢，在听法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也叫做是这个外散啊，就是形式旁无，就是散于这个外面的色声香味等这个六境当中去啊，就是六境当中去。然后第五个叫做是内宿啊，也就是说呢，就是无根本，就是像这个内宿啊，就是一直呢就是出现一种这个昏沉啊，或者是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一种这个睡眠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也是听法的时候的一种就是大的这个障碍。然后第六种障碍，第六种垢染的话呢，就是僻言，也就是说这个法师在讲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就是觉得啊，就是特别的这种疲劳啊，有时候是时间长了，有时候是自己啊没有这种这个精神啊，就没有这些精神，而升起呢就是厌烦之心，这是这个略说啊，就是略说。那么下面我们这个一一的就是跟大家就是光说就所以各位呢就是观察自想续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
其实这个文字上就是非常的，浅显易懂啊。就藏文也是这样的。我翻译这个韩文的过程当中呢，也尽量的就是让大家搞懂，就是，就弄成这个白话文啊，就是弄成白话文。这样以后呢，在文字上就是只要是有一个小学水平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比较明白的。但是它的意义上呢，的确也是很深奥的。光是文字在我们这个字面上来解释还不行的，在自己的这个心的相续呢，就是一一的对照，哪些是自己能做得到，哪些是做不到的。能做得到的这些呢，要再接再厉，就是继续向上。如果做不到的那一部分的话呢，要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就原来的这种不好的这种习气和固然呢，就是改掉，然后呢，就是重新，就是变成一个好的心态啊，就是一个纯洁的这种这个心灵，就是这是我们就是每一个修行人呢，就是应该是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啊。下面第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傲慢呢，就是傲慢。所谓的这个傲慢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烦恼当中啊，傲慢和嫉妒这二者呢，就是可以说是难以这个认识的啊。就这是在这个《俱舍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其他的一些。大乘阿毗达摩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论述，所有的这个烦恼，比如说贪心啊、嗔心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平时的，怎么说，就是痴心呐，以及呢，就是其他的这个睡眠这个烦恼当中的话呢，这个傲慢和嫉妒呢，就是很难认识的，就很难以认知它的。比如说，你相续当中升起了嗔恨心的话呢，别人也知道啊，这个人今天就是发脾气了，就是生嗔恨心。然而自己也是很明确的感觉得到心里头不舒服啊，就然后马上就是觉得是啊，我这个坏人，你看我又现在这个心态都不正常了，就是对某某道友就是生非常这个可怕的这种嗔恚之心，就是马上就认识出来了。然后我们相续当中如果升起贪心的话呢，自己也马上知道啊，我对这个某某人呢，就是升起极大的贪爱心；某某这个事物呢，就是又升起贪念之心，马上就是自己也能发觉，别人也从他的言行举止当中也是可以看的这个出来的，就是所以也很容易认识的。还有我们相续当中，如果有嫉妒的这种这个痴心呢，就严重的这个痴心的话呢，马上你的这个身心上面就是表现出来，就是打瞌睡啊、昏沉啊，就是迷迷糊糊。或者别人一看到是啊，就像今天我一样的，就是啊，是不是就是他有点就是迷惑的这个状态，就是我看你们眼神当中也是看出来，我现在就是甚至痴心，就一种迷惑的这个状态，就是很多人都对我就是就是有种不满，就是。那么这个别人也看得出来，自己也感觉啊，就今天我讲课就是很不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成功一样的，就感觉就这样，马上看得出来的。可是这个贪什么这个嫉妒心和傲慢心的话呢，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发现的，别人也看不出来，就是他的相续当中有没有傲慢，好像有时候有点傲慢，有时候不是这样的。然后嫉妒心也是自己都感觉不了啊，就其实心里面呢一直不断的这个产生啊，就我对某某这个道友这个。某某这个同学呢，就是开始这个生嫉妒的话呢，就是这是详详细细观察的时候，哦，原来是我正在对别人这个嫉妒，其实这个心态很不好的，就是才可以认得到的。然后我这种相续当中有七种傲慢当中的哪一个傲慢就是生起来的话呢，一般来讲没有认识，没有真正注意的话呢，就不知道，就有些特别比较笨一点的话呢，他就更为就是觉得是自己很了不起啊，就自己高高在上，傲气十足，就觉得是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就其实呢，就是他还是就没有认识自己的烦恼，因此所有的烦恼当中呢，这个傲慢和这个嫉妒呢，真的是很这个难以这个认识的。因此我们呢，应该这个详细的审视自己的这个相续啊，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藏地也有这种术语吧，就比如说傲慢。傲慢的这个山顶上呢，就是留不住功德的这个水啊，或者说是傲慢的这个铁球上呢，就是渗不出这个功德的苗芽等等，就是有各种这个这样的这种这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相续当中被这个傲慢呢，就是真的已经这个疏忽了的话呢，那就是三智师所讲的这些法的话呢，对你的这个相续是根本没有办法这个得有理的。
就是没有这个利益的。比如说，他就穿着一个浴液一样的，就是然后外面下的血呢，就是他全部就是挡住了，就是然后外面下的这种妙法甘露的话呢，你的这种内心的这个傲慢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排斥了，就是他就相当于是成了一种这个就防伪病一样的，就是当这个功德的这种这个妙缘呢，就或者是功德呢，就是一进来的时候呢，就是马上一一的，就是被挡住了，就是不可能呢，就是全部这个进入。所以，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最好的是不要有这种这个傲慢。有了傲慢的话呢，我们有些这个法师啊，就是讲得很不错的，然后讲课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是啊，这里错了，那里这个错了啊，就是因为自己相续呢有傲慢的话，尤其是有比较这个愚痴啊，就这样以后呢，他觉得是。就是全是这个错误啊！就是尤其是在现在，有些人呢，真正是对这个佛教上面的就是挑出一些毛病。就是我最近也是发现，有些外面的这个年轻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话，那就是因为在自己学校里面，就是什么读过大学啊，就是读过一些这个律师啊，这样以后呢，好像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实践的方面，就是有一些这个知识，然后呢，自己认为是这个也是不对，那个也不对，就是经常在这个文字上咬文嚼字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造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就是毛病呢。其实这些毛病的话呢，这是他自己心识的一种这个过患而已，自己的是根本没有通达这个佛教的深层内容，就是在外面呢。就认为是自己是对的，就是所以很多人的这个提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就是觉得非常可笑的，就是他认为是啊那个法师讲错了，那个上师就是说的是不对的，应该是这样的。其实他自己一方面是对这个佛教不专业，还另一方面的话呢，对实践的有些这个逻辑学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的隐秘的这种推理方法的话呢，一窍不懂。就是他认为人的这个说话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我们隐秘就是讲法相的时候呢，远离三种这个什么不变。过变的这些这个三大过患一样，那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无论是在任何一个这个大学的教授里面的话呢，他所说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远离三大过患的，这样的这个全部是安利这个法相的这种人是没有的。原来我们在成都那个编那个字典呢，就是没有学过英明的，就是有些大学的教授的话呢，就他们就是对每一个名词的解释呢，就是特别的苦恼，就是因为我们名词解释呢不需要就是牵出这些过变的这个过失，然后他觉得是哦，这个名词这样解释的话呢，那就这个变语就是哪一个名词上面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从主体上、本体上呢，已经就是描述了它的这个概念，就已经这个可以了。就这是移民和这个逻辑学的要求也是这样的。但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有时候自己呢稍微学过一点，就是这个没有这个血动的，就是半杯水啊，就是内摇动的时候呢，哗哗的响，就是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傲慢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就是最这个可怜的，就是经常呢，就是这个法师是有什么样的功德的，讲的怎么样这个如法的话呢？他始终都觉得是啊，他就讲不出来什么，他就讲的这个错了。有些的确是可能这个法师也是现象上讲不出，那这个是另当别论的。真正有些有法相的人就是说法的话呢，他自己呢就是也这个说不出什么，然后真正让他要宣说一些这个佛法的道理的话呢，那就简直是非常这个可笑。就是有时候，就自己啊，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修正，然后也没有系统完整的学习过一些这个经论，就这样以后呢，就自己啊，就是根本就是讲不出任何道理。就这样的这种傲慢人的话呢，的确也是如今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观察，就尤其是在闻法的过程当中、自相续当中，如果有了傲慢的这个心态的话呢，就是你立即啊，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和心态呢，就是改过来。就是不改过来的话呢，这个佛法再怎么样，这个殊胜呢，就最后你的这个相续也是得不到，就是利益的啊。就自古以来的很多的高僧大德的话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谦虚啊。就是像我看过这个门峰仁波切和一些这个无垢光尊者的传记啊，他们一直的这个上师的话呢，有些是绝对不会有这个超过门峰仁波切的这种这个智慧啊，因为他们的有些上师呢，就是造的轮点呢，这些我们也看过，就是那门峰仁波切是文殊菩萨化现的，而且他肯定能这个就挑出一些怎么说啊，就是挑出一些这个法师的这个错误，就是但从来的是没有的，因为对法的尊重、对佛教的这个对尊重、对这个法师的一种尊重，
既然他心里面有一种尊重的这个心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法师啊，就是所说的这些法，对他的这个像心里呢，就是肯定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的。所以呢，就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学院当中都是有个别人，就是好像听说是法师就是读错了一个字啊，就然后下面都是开始这个批评。我后来给个人也是就非常这个严厉的就是批评过，就是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不要待在这个学院当中，就是这也许是这个法师读错了一个字。2个字，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关键的？在这个态度上的话呢，就是你对这个法师的这个反抗的话呢，还是就是非常大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对这个文法规律一窍不通的一种表现。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法师们就是所讲的，就是法对你的相续呢，就是不离的。有些傲慢的人，以前是比如说读过什么这个就比较这个高等的这个学校啊，或者这些人的心里面始终都觉得是看不起别人，就是让真正的这个。学文，让你的课里面就是这样，然后你来这个这样的话呢，那个时候呢，还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呐，一定要就是把自相续的这个傲慢要这个摧毁这个下来，就是否则的话呢，以前也是这个有些人呐，就是包括我们就是当这个宣一些法师的时候呢，我就最主要的是先你看看这个法师他自己这个是不是傲慢心就很重的，傲慢心很重的话呢，一旦他当上法师的时候也是，他就绝对是好像就所有的这个弟子也好，所有的其他人的话呢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就是傲慢呢，就是就认为是这个很多的这种这个过患的这个来源，就是因此以前呢，就是我这个宣一些法师的时候呢，首先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傲慢心很重，就傲慢心很重的话呢，就我们的这个即使你有一些这个佛教的水平和实践的一些水平，但是这个傲慢的这个过失，最后的看不出任何这个别人的这个功德，如果看不到别人的功德的话呢，那你肯定就是利他的这个心呢，就是不可能有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宣一些。比较这个谦虚的，比较老实的啊，即使说你的这个学问不是特别的这个高，但是你这个人品非常好的，这样的这种法师的话呢，对众生也是有利的，自己自相续当中的戒律也很清净，而且呢，就是在这个长期的文思修行啊，弘扬佛法的话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法王如意宝的原则也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次评选就是法师和堪布的时候呢，就经常也是谈到的过程当中呢，也上师也经常说啊，这个人可能看起来。还是这个傲慢心挺重的，傲慢心挺重的话呢，那就暂时算了吧，就是有经常有这样的这种教育。所以我们这个经常啊，就是自己再怎么样啊，这个有功德啊，有这个学问的时候呢，一般来讲，这是学问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对别人的尊重和一些这个恭敬心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强烈，就是但有些愚者的话呢，就是其实也可能不是这样的。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也没有必要就是傲慢的；没有智慧的人呢，傲慢也是没有用的嘛。方仁波切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大事傲慢就是何必用？何必要？大事傲慢何必要？柔我傲慢更庄严，劣质傲慢有何用？因为一些大事就是大智者的话呢，就是傲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他是很了不起的人呢，你没有傲慢也是实际上有功德的，然后他不傲慢的话呢，更是很好的啊，就更是很好。而劣者的人呢，就是就没有智慧，没有这种这个真正的修行的人的话呢，你傲慢也是别人可能就是闹笑话而已，就是出这没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应当呢，就是去除傲慢的心呢，就是什么就是就是精当金党出满心，什么金党去满心，甘为众生铺。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应该我们这个就是前出一切这种傲慢的这种心，就是要甘愿呢，就是自己当着这个众生的这种铺人呐、啊。如果在为这个，如果因为自己在实践或者出实践蒙邪方面有一些少许的功德，认为我已经如何如何了不起而产生执着，这样一来，势必见不到自相续的过失。也发掘不到他人的功德，因此你当端出傲慢，恒时谦虚谨慎。啊，就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如果实践法方面的话呢，比如说我就是度过这个大学啊，我在这个某些这个专业方面呢，某些这个学问上面呢，或者我的这个才华、才参呢，以及
很多方面的这种这个功德呢，就是有些人稍微有这方面的这个功德的话，那就是绝对是在别人面前这个炫耀。然后出世间方面呢，就是都这个有用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文思修行呢，有哪些方面的有一些功德的时候呢，都自己觉得是啊，我就是现在很了不起，就是我是这个什么这个大法师啊，我是这个学院里面就是带过学过这个密法的人呐、啊，或者是我是这个居士啊，我跟其他人不相同的，我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水平呢、啊，甚至各种各样的这种傲慢心呢，就是可以这个起来的。在这个时候呢，就见不到别人的这种这个功德，又看发现不了自己的过失，这样最后导致的话呢，自己啊。就是在人和上师面前听说的这个法，就相许的是无理的，应该把所有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会对相许就是无法这个进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的确是这个好好的这个观察啊，就自己到底有没有傲慢心，就是傲慢心的确有时候也看不出来。如果我们旁边的一些道友呢，发现了以后呢，你也可以说一下，你自己认为是你自己很好，但是别人说是你傲慢心挺重的啊。你应该就是注意你的这个说话也好，就是平时这个一些这个心态，就是你自己应该注意，就旁边的人跟他提醒也是应该可以的，因为傲慢的人他始终是看不到的啊。就是原来我们寺院里面有一个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别人都说是他是很傲慢，但具体傲慢不傲慢不知道。每一次开法会的时候，自己就是穿上一个比较漂亮的这个衣服，就是坐的时候也是就一直是。但很多人看不惯，就是他那种姿态，就是，他自己呢，就是不发现，就是反正自己觉得是衣服很好看，就是很庄严，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呢，真的傲慢就很难去做的，就是哪怕是你这个穿着一个漂亮的衣服的话，当天你可能很多人面前呢，就是觉得是啊，我今天所有的人当中，你看我是最好看的，就是可能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勤有书里面教和慢呢，就是也有这个分开的。但这里呢，就并没有就是特别这个详细。的分开。总而言之，我们听说佛法的时候呢，希望就是在人和法师面前呢，就是应该就是不要有这个傲慢心，否则的话呢，这个法师给你讲了多少多少的课呢，就是你的相续的确也是没有这个意义的。如果你没有傲慢心的话呢，我们想一想，就是像宗喀巴大师和明鹏仁波切以及这个韩底的那么著名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都是在别人面前听法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估计的话，那就是这些老师呢，就是肯定有种种的这种情况，但是他们的这种传承上师的这个法呢，就是对他相续是有利的啊，就是对他相续是有利的。所以我本人的话呢，确实在这个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感觉得到，就是这个上师是非常了不起，就是那么出口成章，那么有智慧的人，自己都非常敬仰。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现象上是不是这样的。以前我那个就有一个那个堪布高巴就是也是就是法王如意宝一起到这个市区去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听说那个三界轮听说三界轮的时候呢，松子就是上面放着，然后下面就是讲义就是放着，然后边那个就读一遍就是松子，然后下面的这个讲义上呢，基本上给我读。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松子呢，因为我也是这个肯定就是我看一遍的是随随便便就是讲，就是不需要就这样的。但后来我就确实人有时候可以牵住自己的傲慢啊，我这样在这个上师面前就是非常不恭敬的，应该上师。语文是这么多年了，就是在对我这样这个讲也是一种这个表示，就是然后呢就是很这种自己也是觉得是就是很虔诚和很恭敬的这个心态来就是听说就后来我也听了很多法，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如果我是这个别人也许我认为是傲慢很重，但是我自己认为呢，就是确实在听法过程当中任何一个上师面前就虽然他讲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是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想法就是意外的就降不住，但是我觉得是传承也好，很多方面是听法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后来我也听到很多很多，如果是别人的话呢，就是听了第一次课的话呢，这个人跟我可能差不多吧，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我下一次就不去听了，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
但是我因为呢就是医治伤势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可能很多方面的这个元气啊，就比较这个就成功，就是后来呢，不管是医治哪一个伤势呢，就自己心里面也是就是哪一个法师的话呢，我对他有就是无比的这种恭敬心，因为这个佛法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人间来讲是非常的这个难得，任何一个上师，任何一个法师呢，他给我用他的悲心来这个传授的话呢，那这个态度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非常恭敬，就是才是对的。否则的话呢，自己稍微有一点就是学问呢，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算是一个年轻的话呢，就是我的那这个老师呢，就是最后都是肯定成了老年人了。到那个时候，就是现象上是肯定糊里糊涂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弟子就是站起来，每天都是给他就是批评的话呢，就是可能他说不出什么。其实我们这个人呢，就需要有一种长期的这种对这个法案和对这个上师呢，就是有个恭敬心，尽量就是前主自相续当中的傲慢，只有这样呢，的确是这个任何一个法师对你的这种法力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获得的。下面就是说那个无真心啊，就是讲这个无真心。那么这个无真心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具备信心啊，就是不具备信心，这就已经这个注视了迈进真法的大门，因此要具备四种信心当中的不退转的这种信心。下面就是第二个这个求法的构山呢，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信心，因为如果你对这个佛法和对常识不具足信心的话呢，那所有的这个入大门的这个入真法的这个大门呢，就是已经注射了，就是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呢。因此我们首先要就是对这个求法的时候啊，有一种这个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呢，就是有四种信心了，清净信心、娱乐信心，还有这个心界信心，以及这个不推转的这个信心呢。那么清净信心呢，我们大家都会清楚，就是有时候偶尔到那个佛堂里面去了，或者是听到一些念佛的声音了，就心里面特别欢喜，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居士来到这里的时候，刚开始念诵这个大自在祈祷或者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这个眼泪汪汪的这个流啊，就是其实他正在升起这个清净信心，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呢，就是心里特别的舒服，就是很亲切，就是一直这个哭啊，就这些清净。一种这个清净的信心，其实这种这个信心呢很容易退的，因为你暂时呢听到好听的声音，或者是看见一些佛像的时候哭的，说过一段时间呢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别人说是这个佛像是不好啊，就是这样声音不如何，你马上会变的，就是这叫做这个不是很可靠的信心。然后这个依乐的这种信心的话呢，自己通过这个上师们就是传讲啊，然后或者看书啊，就是知道一些功德和过患，然后呢，就是对三宝起信心的话呢，比前面就是好，就因为知道，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上师的传记，啊，这个上师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就是你看，就是他如何，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是广大，对众生是这么有特别就是强的悲心啊，就马上对他起信心，就是这个比前面好，但是这个也会退转的，因为他的这个传记啊，这些呢，就是通过其他方式呢，也可以改变就是他的这个信心。然后这个心界信心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心里面的这种这个信心呢，就可以说是内心深处就是升起来的。比如说对三宝也好，对四谛、对因果的话呢，他自己也是通过一段这个闻思以后，心里面真正是就是对他就是升起一种这个强烈的这个信心，就是心看深处的一种这个信心。但这样的这个信心呢，也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希求性的啊，就是如心论当中也说了，就是说这个佛说一切善，根本为心界啊，就是佛这个说的是一切善法的话，那它的根本都是依靠这个心界性，没有心界性的话呢，你不可能就是通达它的这个本意。其实这个信心呢，也可以改变啊，就还可以改变。那么最好的信心呢，就是叫这个不退转信心。什么叫做不退转信心呢？比如说你这个闻思20多年，闻思这个10几年，然后呢，就是对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就是升起了一种就是非常这个坚固的，永远也是不可推转的，非常这个坚定的信心呢。这种这个信心呢，不退转信心，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对这个佛法呢，就是并不是说啊，别人说这是很好啊，对对对，我也就是跟着他去听2天3天呢，说一个人是就非常了不起，我也是
就是听到这个人的这个宣传以后呢，我也马上就听到两天，这些情形都是不可靠的。但如果你自己反反复复的，你自己什么这个利用啊，十几年、20多年呢，就是对这个佛法也好，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任何一个上师的话呢，啊，就别人说的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完全的明白了，就是这个是我皈依的这个对境呢。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自己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这种信心呢，就叫做是不可不推转的信心，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我们也很希望啊，就是前一段时间讲那个这个身处天僧战的时候呢，我也这个说了，就是各位就是对这个佛法呢要有一种这个不推转的这个信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啊。今天那个小努尔巴坎布我们念个聊天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好像不敢说是修正，就是但是的确是有这个对佛法和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不对转的信心，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自己感觉，因为现在人这个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好像觉得是在整个世界上呢，唯一的依靠处呢就是佛和佛法啊。就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什么都是暂时的一种这个就是如梦如幻的这种现象而已，实际上是都不可靠的啊，就是都不可靠的。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财富也好、名声也好、地位也好，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感情啊、什么关系啊，就这样那样的事情的话呢，就是都是暂时表面上看呢，好像是一种这个像这个做美梦般的，就是非常的这种漂亮，就是或者是很美好。但是你真正是依靠它，或者说是你观察它的时候呢，都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唯一的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真正的是注视这个佛法，就是。所以，我们像呢，就是对这个佛法的信心呢，就是寄生当中肯定不会这个退转的啊。只要有一点机会啊，只要有一点因缘的时候呢，就是听一些佛法呢，就绝对是一生当中就是所作所为里面是最这个殊胜的、最至高无上的啊。自己也是这样的，希望你们这个听法的人呢。就是银河啊，应该就是对这个佛法要产生一种不拱的信心，尤其是不推转的信心。这个是任何一种这个违缘或者是一些这个打击啊，就是对你的这个相续呢，就是不会这个改变的。否则的话呢，其他的有些信心呢，就是很容易改变了。今天你对这个藏传佛教很有这个信心的，可是呢，过一段时间，基督教的人就是说是啊，你们这个佛教不一定很好，我们这里如何说？啊，你说对对对对对，我从今天开始加入你们的这个团体，就是你就开始把这个所有的法门就人在哪里就跟着那边去了。那这就是说你这个心性不稳固。原来刚开始你入佛门的时候，你也是苦过很长时间。你现在就是入这个别的宗教的时候，你也还是有同样的这个言论，就是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还是这个很可怜的啊，就的确很可怜的。我们就始终呢，就是绝对是这个人的这个心性要得以这个稳固啊，就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听法的时候呢，就是要有这个信心呢。没有信心呢，就是听法还是不合理的。从表情上也看得出来，有些人听法真的是对这个佛法和对这个法师啊，就很有这种这个虔诚的这种眼神，就应该说是有这个信心，心里有一种簌簌的欢喜心来，就是谛听的。有些呢，就是只不过是在这个听法的行列当中，就是混日子而已，就是一直等着这个下课，就是一直等着，就他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希望呢，就是下完课以后呢，就是好好的吃一顿，就是除此之外呢，可能没有什么最其他的这种目标，就是那就是说明这个信心不够啊。下面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不求法啊，就不求法，习求真法可谓是一切功德之基础，求法有上种下三品啊，就是求法有上种下三品，所以修行人也有上种下之三分啊。他这里就是说这个，习求佛法呢，就是其实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我们对这个佛法有一种，这个需求性啊，就是像，我要这个获得这个佛法，对这个佛法有一种，这个依乐啊，就是依乐。如果你有上等的这种需求性的话呢，你得到的这个佛法呢，也是这个上等的这个佛法。最后呢，你变成了这个上等的修行人。然后你，如果你有中等的这种需求性和恭敬心的话呢，那么你就变成了中等的这个修行人。你如果有一种这个下等的这种需求性，或者说这样的这个信心的话呢，你最后也变成了一个下等的这个修行人。你如果一点这个需求心的是没有啊，就是对佛法好像无所谓的这种感觉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获得的这个境界呢，就是也是
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就是你不能这个称为呢有修行人，这就是我们实践人也是这样的。有些人这个对事业啊就是很成功的话，其实他对这个事业呢充满这个信心的，实践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对这个做生意也好，你自己的这种事业项目呢一点兴趣都是没有，那就是平白无故的，不可能就是很多的这种成功呢在你的这个身上发现的。因此呢，我们这个实践也好，出实践也好，人的这种毅力和希求心呢还是很重要的啊，就很重要的。如果对真法从来没有，向往希求这些呢，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这个成就啊，就是成就这个真法了啊，就一点，一地的这种这个希求心的是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绝对也是，这个成就是没有的啊，就你因为。 对这个佛教的这种信心都是没有的，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回事？有这种成就呢？啊，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更要有那个对佛法的这种祈求心呐。就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本来佛教的众人呢，主要是在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身上，但有时候看来呢，在末法时代的极个别的寺院当中的这个。 出家人的话呢，好像对这个佛法的信心呢就比较这个坚弱啊，就比较这个坚弱。这样以后呢，你要这个真的是这个担不起成这个如来这个家业的这种这个继承人的话呢，那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啊，就是记得以前在那个《如意宝藏论》当中引用了那个。 毗那耶经呢，是不是？说是作为这个出家人呢，如果没有这个堪破这个世间，然后呢，就是即使你剃了这个发须啊，就是剃了这个发须，但是呢，你不算是真正的这个出家人，就也不算是在家人，因为你这个放在在家人的行列当中的话呢，就是以在家的这种事业的需求感呢也没有的，因为就对家庭也好，对很多的这种事业的话呢，你也不愿意去需求的。然后你在放在这个出家人的行列当中的话，对这个向往解脱和利益众生的这种心态也是没有的。那这种人的话呢，不冷不冷的，也不算出家，也不算在家，就这就是有些那个毗那耶经的这个观点呢，说我们现在。 就是极个别的有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的确也是好像是可能是现在实践人们这个所谓的有些这个事业不成功啊，就是说难听一点的话呢，也就没有什么这个前途，就是就剃了光头啊，就那只是这个出家人当中也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啊，所以这个出家人那边呢，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在家人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的啊，就所以我向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每个人一定要。 有一种这个希求心呢，啊，就对佛法呢，你既然是已经皈依了佛法的话呢，你对这个佛法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渴望之心。有了渴望之心的话，那就是才有这个成功的啊，就成功的。那么，真入这个世间的俗语当中也是这样说的：“法本无助人，随情遂得的达啊，就是遂得达。” 那么饭呢，就是本来我们这个佛法的话，那就是本来也是没有这个助人的，谁有这个清净啊努力的话，那就是谁就是得到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比如说上一个佛学院，两个道友就是去上佛学院，上佛学院的话呢，一个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精进，就是也以继人，废寝忘食的，天天的这个学习这个问思修行，最后呢就是因为他清净和他有细究性，他有这样的这个恭敬心的缘故，而最后呢就是他得到这个成就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高的，有一个人的话呢，他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好吃懒做，就什么事情都是不想做，就在那边混这个世间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过几年之后呢，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的。所以所谓的这个法呢，就是本来都是没有一个助人，就是说是啊，就是这个是你这种人的，不是他那种人的，不是这样来分的。可是我们有些人的这个精进不同呢，就是法得的这个多少的话呢，也的确是不相同的。现在实践的一些学问呢，也是我觉得是同样的。 比如说博士学位的话呢，其实这个学位呢，就是它是一种头衔，就是它可以呢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有些人因为有智慧、有精进、有这个希求心呢，就是他通过他的努力，最后报什么呢？他已经就是得到的。有些人呢，他自己懒惰，自己不争气，自己天天都是在就是一些这个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这个就是。
大法师光，就最后的话呢，就不要说是这个博士穴位，就是念真正的一些碑碑业证书呢，就是有些人也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实践的这种疏于当中呢，也有很好的一些教研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成就的话呢，谁都可以亲近。可是呢，有些人可能也许是因缘的原因，也许是可能自己前世的这个福报呢，也有一些的这个关系。凡是遇到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一种这个奄奄一息了，就是一听到就是上课，一听到有些大乘佛法的这个精神的时候呢，就心里面一直精神提不起来了。然后一说起造恶业啊，或者我前年的所说的那样，就是什么这个看淡色啊、打麻将啊，或者说是现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非法的一些这个场合，一听到这样的时候呢，他身体都是也不是这个，就没有这个病啊，就是让他磕大头的话呢，就是他特别的累，就是就叫就是骂的，就是让
种勇猛的这个精进。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在曾经精进是为了四句正法，而经历了挖出僧孺，做成前等斩后叉孺，前根就是灯形的，还有呢就是终身跳入火坑，身上呢就钉上了前俗。铁钉等等背板的这种这个苦难啊，就是背板的苦难，真可谓说是越过刀山与火海，是生福死处正法，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在这个因地的时候的这个传记啊，那就是可以就是看出来就是可以这个看出来就是我们这个的确是就是在这个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记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公案，尤其是光转里面呢，有非常好的这个精彩的这些这个公案，就是，好像前两天也是讲过，就是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当时他就变成一个国王的时候呢，就噶西那巴那巴拉是吧？就噶西那巴拉，就是他呢。就是当时是，就是像这个获得这种正法，就获得这个正法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啊，就是一直就是得不到的。然后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也是这个宣布，就是后来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准备给他这个传授，就是但是呢，就是要求呢，就是当然有这个各种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就是整个身体呢，就是做那个1000个这个。孔啊，就是挖出1000个孔，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插这个灯芯儿，就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他说就是可以这个传授佛法。后来就是这个国王呢，就是的确也是在这个身上就是挖出这个1000个孔。我们不要说是为了这个这个四句正法，就是可能为了就是一部这个正法的话呢，就是身上就是挖1个孔也是可能这个受不了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但是佛陀这样，当时这个。国王就是已经这个做了这样这个前瞻担心之后的话呢，就是最后获得到的就是吉就是吉金必进，高吉必堕就是高吉必堕，然后聚吉必散，四吉必生吉必死，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常的这个法门呢，表面上看呢就是这是很这个简单的。就凡是寄居的，最后都是悲伤的；凡是那个高的东西呢，就是最后会堕落的；生的东西，生的就是众生的话，那最后会死的。其实这样的这个道理，就为了这样的道理，也是。已经这个做了这样的这个苦行以前在那个就是泉州啊，就是慈二院这个弘一大师在那里呢，就是也给讲了这个
涅槃经的这个公案和还有这个仙云经呢，就是仙云经的这个公案，就是两个这个佛陀引体的时候的出发的这个公案，就是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佛陀就是变成一个穷人的时候，就是将自己的这个僧孺就是卖出去，然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5枚硬币啊，5枚还是4枚硬币，然后呢。啊，就这个就是换来就是求法啊，就是换来求法。然后《仙云经》里面的这个公案的话呢，就是佛陀就是变成一个国王，就是也是为了一个啊寄送的话呢，就是将自己的这种这个身体呢，就是做这个前瞻当啊。就是千丈当，然后在婆罗门面前就是听说这个佛法，就是讲了两个公案之后呢，就是当时弘一法师说，就是我们这个文法呢，就是的的确确也是不是这个很容易的。如今呢，我们这个很幸运的有这个听说佛法的这种这个机会啊，就非常的这个幸福。我们今后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努力的配加这个认真的这个信持善法。所以韩传佛教呢，就是也是利用就是这些佛传的这种公案来，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求法的难得啊，就是求法的这个难得。还有这个佛陀，在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公案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希勒嘎嘎勒嘎嘎勒公王国王吧，就是他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也是在一个。这个婆罗门面前呢，就是获得了这个4个偈颂啊，就是也是4句，就是也是这个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全部付出。那么这个4偈呢，就是说诸心无常，犹如借苦啊，就诸心无常，犹如借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就这么一个偈颂的话呢，也是这个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全部的这个付出的。还有呢，就是当时这个佛陀在也是这个印地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有一个叫做。是国王啊，叫这个梵天呢，就是梵天这个国王，他呢，就是在这个第十天化现的一个婆罗门面前呢，也就是听了一些这个法，就是，当时这个国王在皇宫里面很想就是求到这个佛的这种正法，但是当时一直都得不到。后来这个第十天呢，为了观察他，就是变成一个婆罗门，就是在这个皇宫的这个门口呢，就是说是我有这个佛法，如果你真的要去求的话，那就是我可以就是赐给你。但是呢，就是有个要求，就是就我必须要就是挖那个10尺深的那个坑啊，就是这个坑呢，就是全部都是遍满这个火焰，就是然后。这里面就是，如果你跳入这个坑呢，然后在这个火坑当中呢，就是向我这个供养，做了供养以后的话呢，我可以给你这个传授。后来就是个当时这个国王呢，就是觉得是先如果，没有这个得到这个法的话，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惜，就是让那个婆罗门呢先给他这个传授佛法。但传授佛法的时候呢，应该有好几个偈颂吧，一个偈颂记得是那个修行次行驱除嗔恚啊，就是修行次行驱除这个嗔恚，大悲护众悲累人生。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长期的要修行，就是慈悲心，然后驱除我们自相续当中的嗔恚之心呢。还有呢，就是用这个大悲心呢，就是个保护，就是所有的众生，用大悲心的这种类似来，就是滋润众生的心田呢，就是滋润众生的心田。大概以这么一个意思的这种偈颂呢，就是这个传完之后呢，就是确实是这个国王就是跳入这个火坑，但是因为呢。就是他已经得罪的这个原因，就是他一旦就是跳入火坑的时候，整个这个火坑呢就是变成这个拈花湖啊，就是拈花湖也有许许多多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公案。所以我们以前的就是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真的是为了就是一个偈颂啊，或者是为了就是小小的一种这个法呢，就是还是愿意就是付出一切的。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道友的话呢，的确是没有那么这个辛苦啊，就是做的这个舒舒服服。的心也是快快乐乐的，什么这个苦心都是不用发觉，然后你觉得每天都是听法呢，就是很容易的。其实这样呢，也有一定的这种这个麻烦，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苦心，没有苦心的话呢，求法的这种难得性就是几乎都是没有啊，就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最近这个我们学员也好，城市里面的一些人呢，求法的这种这个心跟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这个求法的心比较起来的话呢，应该说是以前的这些人的这个求法痕迹。我看过那个南海上师的这个传记啊，的确是那个时候的这种这个听法非常的这个困难，就是他们当时
那好像去了两次这个西藏，就是第一次去入藏求法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康定和藏独那边就是上去的。然后他们上去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全部是背的那个口粮啊，就是自己，然后又背一些这个帐篷啊，就是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呢，藏地的这个边防军也是在那里，就是谁是这个如果看见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坐牢的这种这个危险性。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一边就是走路，一边都是背东西，就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天天就是走路就是很远了啊，最后把这个鞋啊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磨烂了，就是尤其是在冬天，就是他们在雪地里面就是这样，这个光脚就是脚也烂了，还有很多荆棘呢就是刺入这个脚掌。就是，就平时呢，就是脚已经麻木了，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最后，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天气稍微暖和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感觉得到这个脚上有这个刺啊，就是，然后就是他们这个取出来，还就是不断的这个赶路啊，然后呢，就是路上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就是爬山，就是这个山也是很高，你们也知道是现在什么这个雀儿山、二郎山呢，这些我们坐车都是要好几个小时，就是那走路这样上来的话呢，就非常困难。他们每次那个就是这个翻山的时候呢，就是就只有这个在山上就是晚上这个过夜，过夜的时候呢，就有时候晚上下大雪啊，下大雪就是所有的这个帐篷都已经就是压下来了，就是他的那个当时的帐篷压下来，然后到了早上的时候，他们就使劲的就动啊，就是慢慢就出来，就是把这个雪烧开以后呢，又继续这个赶路啊，就是又继续赶了。一般来讲，他们这个晚上这个把这个破的那些鞋子啊，就是取出来了，就是脱出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当那个枕头，就背上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像所谓的这个背盖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晚上把一件衣服呢，就是也是这个就好像有些毯子就是可能垫一垫，然后呢，就是晚上这样这个过夜。有时候在这个山上特别冷，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几个人就是凑在一起，就是全部挤在一起，就是晚上这样这个就睡下去，就这样这个睡下去。而且他们经常在这个山里面，就是四处都有很多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些猛兽的这种恐虎声啊，就是随时都有这个送去这个生命的这种这个危险性。有时候的话呢，他们这个过河啊，就是过河的话呢，就是当地的可能牛马都是特别浪，就是他就不敢过河，然后他们自己不得不过河。过河的时候害怕，如果这个穿鞋而过河呢，就是就把这个鞋啊，就是马上就冻了，就然后就不能这个走路了。然后他们就是脱鞋，然后就过河。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兵啊，什么这个狮子啊、沙利啊，就是全部都是站在那个轿上，就全部冻了。到了岸边的时候呢，就是高了半天以后呢，慢慢去除这个轿。有时候的话呢，就是叫这个全部都已经这个受伤了，就这样，就是不断的这个赶路。有时候他们那个当时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坐落，就是到了这个拉萨，就是到了拉萨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说是这个心里面就是好像就是很舒服的那种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就是坐车就是到拉萨的话，那就是要这个7天，就是所以觉得啥特别累，就是这是所以古代人对这个求法的这种恳切的信和我们这个现在人呢真的差的就是特别远，就是包括我们刚学员20年前，我们这个学员呢就是没有电啊，没有这个路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刚来的时候呢跟这些前辈高僧大德相比较起来的话呢，确实是不足挂齿，就是是没有一点这个苦心。但是比较而言的话，跟你们现在的这些人相比较起来呢，我们当年也是还是比较这个苦的，就是包括我们后来的，就是来的一些寒士的话呢，他们就是在一个冬天3、4个月当中，连一个青菜叶子都是就是找不到的。我都经常去他们家里，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个米饭呢，就是跟这个辣椒就是粘在一起就是吃，但是修行很精进的，白天这个晚上啊背书也好。看书也好，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境界。人现在条件就是越来越好的时候呢，就什么都就是挑剔。现在这个菜啊，就是你这个三样菜、2样菜不行了，你再尝一个菜啊，就很多有些人呢，就看起来就特别挑剔的时候，我都觉得，哎，这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也不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真的心里面就是唯一的就是一种希求这个佛法。你看像自己的这种孤儒身体的话呢，什么样的这个
都可以过去，就是就随随便便的啊。大城市里面的这个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条件呢，要求啊非常高。其实这些呢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比如说你要住一个豪华的这个房子，那么就是里面的很多的这个设施的要求，天天都是忙来忙去，天天都告来告去。其实这个对你的永恒来讲啊。就是来这生生世世来讲的话呢，你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其实这个房屋呢，就根本就是待不住的。而我们这个行持一些佛法的话呢，就这个就是待得住的。所以这个《交万经》里面也说了，说是佛法呢，就是对临时智来讲是他的这个住处，他的依靠处，他的这个安慰证。真的是这个修行这个佛法的话呢，这是你生生世世呢，就是对你的相续是有来有理的。而其他的，我们现在实现的，就是很多的所作所为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啊，你把这个骨肉的身体放在人间的时候呢，什么都就是带不走的。哪怕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种这个，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所有的财产都是全部由一个人拥有的话呢，这那个时候一真一切也是带不走的啊，就是不能就是带走的。因此，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像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这种心情呢，昨天我讲的那个什么这个智光国王的这些故事那样的，就付出自己的生命和付出自己的身体来，就是越过这个火海和道上呢，来这个求法的这种进行的苦闷吧。我们现在这种人呢，这样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呢，也有应该有一个难得的心。啊，就是哪怕是一句佛法也好，哪怕是就是整个这个一部法呢，就是对你的相续当中传述的话呢，一方面就是对这个法师也应该就是非常的这个感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佛法的价值呢，就是用钱来卖，用其他的这个一些这个价值相这个比较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就是超越它，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想，这样有一种希求性的话呢，在你的这个身心上啊，听法也好，求法也好，修法。也是不会这个困难的，否则的话呢，我在这个外面的一个城市里面，就是遇到有一个居士呢，他自己有车，然后就是听法的地方呢，就是大概可能有这个3公里的地方，就是他坐车去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乘车去的话呢，就几分钟就到，但是他觉得呢，就是哎呦，这个很不值得啊，就是花好多油啊，然后他觉得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有些这个不明显的说啊，说了以后别人知道了。然后我就想起了，就是前辈高僧大德的话呢，不是这样的啊，就是2-3公里就是花一点油，或者是你给别人发个信息，就是非几毛钱的话呢，就是这不是佛法的价值是并不是这样的。现在世间人呢真的很可怜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呢，不要说是3公里，就是你这个300公里、3000公里的话呢，你都可能就是愿意啊，就是30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你要做一个生意，也许是你赚钱了，那个地方卖下来的话呢，也许可能对你如何如何，你的这个后代子孙都是可以就是享受不尽的话呢，你就可能拼命的就是赶飞机过去的，花多少钱也是无所谓的。但是为了这个佛法的话呢，念一个小小的这种这个付出也是不愿意的。现在的人真的这个有时候越看越可怜的，就是越有种这个悲哀感呢，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对这个佛陀的传记啊，高僧大德们的传记的话呢，反反复复的这个翻阅，然后呢就是看看自己，他们也是其实原来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现象上是这个凡夫一样的，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也是这样的，他们通过求法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这个证悟，我们呢也应该就是同样的这样的这个路径的话呢，我们也会获得了这个相应的成就，应该这样想。同样，作为追随者的我们应当以强烈的希求之心，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应该就是严寒酷暑耳听啊，就是不顾一切这个艰难困苦，严寒酷暑耳听闻正法，就是稍微这个时间长了也好，就是夏天这个天气热，冬天天气冷啊，就是这一点真的是就没有什么可比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学院，就是比较而言的话呢，可能跟大城市相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真理的这个天气啊，各方面就比较这个寒冷啊，就是有个别的道友就是听说啊，真理好冷啊，就我的是待不住了，要不要回去啊，冬天3个月在这个寒地去，然后夏天上来，其实你这样来来去去的话呢，你的修行是肯定会有障碍的，就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明明看得到有些修行人的话呢，
就是如果长期的不到哪里去好好温思修行的话呢，他的这个修行很圆满的，很成功的。有些人呢，出去一次以后的话呢，就很长时间都不回来。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又感觉，我经常去观察，哦，就这个人出去了，会不会第二次要么不回来，要么回来的话呢，在这里待两三天不适应了，又出去了。然后第三次回来的时候呢，最多是待一天；第四次呢，就是再也不见人了，就是因为不适应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啊，就是有时候心一散了以后，凡夫人就是这样的啊。就小孩子们一逃学的话呢，不愿意见老师，就是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凡夫人没有什么好人，就是你一看到就是外面的这个外境，就是跟他们接触一段时间的话，最后都是啊，就觉得是这里就是很快乐的，就是在那里去求法听课啊，就是很累的，就是就干脆我永远离开那种。这个约束的话，那就是这就是我的解放，这就是我的自由啊，绝对是很快乐。其实他自己呢，就是就把这个约束就是看成这个自由，就是所以我们以后啊，就是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啊，应该说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也永恒不一定有这样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这种这个机缘的时候呢，要这个值得珍惜。好，今天讲到这里。सुनंदये तंच भुगायतनयिते जनाकाशे चिर्गानाजे रमों चुपाय चुपुन थुनें प्रवाद्वाश्यो। Om Mah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rdham Om Mah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rdham